送给你的粥，丢掉了手中，你转身离开。你说我不懂，爱有什么用，都是我活该。现在我只想要跟你拜拜，不再骗自己。现在我只想要搬到小马里隔壁，不用再是谁错谁对，爱到了你，你敬我的罪。尽管我付出，你当无所谓，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，直到我来背。人的生存，青春不能浪费，被拒收场，只要一个人狼狈。Now stop， 干脆不要那么累。我配，摔到分手。给我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会把晴空打造成一个更好的舞台，让你父亲知道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，你依然能发光发热。我其实根本没有想要当队长，我只想要证明我比你强。我王尔泰，愿赌服输。校长答应了吗？他愿意接回水源了吗？哦，有善心人士叫的水车，该不会就是你的总裁老板吧？难道是雨蝶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导致他忘记怎么游泳？不管你怎么追问他的过去。都不会有答案。阿飞的午餐餐应该在这。怎么会？啊！对不起，把你吵醒了。小蝶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帮阿飞找这一届一个女生，就想说来你这边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爸，为什么这个选手被剪掉了？这些名册本来都放在教练室嘛，进出的人又多，我想应该是哪个调皮的学生恶作剧把它给剪下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哪一个男生暗恋这个女生。就把他的照片偷偷剪下来藏起来。爸爸，你这本借我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你要用你就拿去看。谢谢。小蝶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哦，好好好。那对了，你药吃了没啊？啊，我忘了。哎呀，怎么可以忘记呢？来。赶快把它吃了。好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好。你也早点睡。好。晚安。晚安。
我在，有吗？刘经理，我们协议好，给我一周的时间把车况改好，怎么现在把海达的提案突然换掉呢？高海飞，你搞清楚，我以前会把案子丢给海达，是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，不代表我现在还会买你的账。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学生，学人家开公司争案子，真是笑话。如果你真的想哭，那就到水里面哭。就算你哭得再大声，大家都看不见、听不见。一定要达到我们去年的计划，了解，绝对不要有一点漏失。董事长，高飞，这是哪一位？他是董事长您好，我是高汉翔的儿子，我叫高海飞，目前是海达公司的负责人。哦，你是汉翔的儿子啊？我听说自从你父母亲过世之后，你就到国外去读书去了。虽然父亲生前开的公司规模并不大，但我决定靠自己的能力独自将这个专利开发出来。我跟您保证，这项专利绝对能让贵公司突破目前在海洋工程上的瓶颈，请您过目。海飞，那我们到办公室去谈一下。谢谢董事长。煎蛋呢，希望还 OK。非常好啊，先生早，吃早餐哦。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公司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啊，只在提醒您奶奶从夏威夷度假快回来了。我知道。你最近都在忙什么？看你来公司一下下就走，想听你讲个话都难。没什么。这是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工作，最近突然想暂停，想放空，去找回那个知道该怎么生活的高海飞。当总裁好好哦，可以享受生活，哪像我们这些打杂的还得继续工作。副总裁怎么是打杂的呢？就是因为海达有你在，我才可以安心的暂时放手。说起来我还真应该好好谢谢你。先生，你的项链帮你保养好了。谢谢。如果你真的要谢我的话，不如把这条别玉项链送给我吧，我越看越喜欢。你不要开玩笑了，这项链不是什么名家设计，你怎么会看上眼呢？来，小明，把我放回去。是。恐怕是这条项链在你心里的定位比我重要多了。改天你可以自己去精品店挑一条，算我的。算了，不说这些，吃早餐吧。这单是我自己签的。我跟别人还有约，你多吃一点，我先走了。鱼肚汤、优格沙拉、萝卜糕、蛋饼、紫菜。
菜饭团煎汉堡，再给他一个法式吐司，还有牛奶，这样应该很够他吃了吧？哎呦，我的乖女儿啊，那么丰盛啊！你对那个阿飞要比对你这个老爸爸好太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刚刚已经吃过燕麦粥了。哎呦，那个燕麦粥又难吃又容易饿，你就让我再吃一点。不行，老爸，老爸，起来！之前说过了。现在降血脂还有降血压，而且现在差不多时间了，你要去公园跟村长打太极，增加你血液中的含氧量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去！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那么丰盛的早餐也不让我吃，哎。怎么早？哎，阿飞，早。嘿，你这骑的什么东西啊？是我脚踏车。好好好。何爸不跟我们一起早餐？那不吃了，我女儿说我营养过剩，要我多运动。我现在去公园打太极拳去了。啊，那慢走，我先进去了。好好。我在帮阿飞找这一届一个女生，就想说来你这边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好险我爸愿意借我这一本啊。对了，跟鱼有关的人呢，我找到了两位，其中一个是叶姓鱼，还有一位郑家鱼。都不是你要找的533哦。这边这位怎么被解掉了？啊，我爸说有一个男同学暗恋那个女生，就把她照片剪下来恶作剧。想太多了，不管你怎么追问她的过去都不会有答案。我劝你啊，这两个月内好好训练飞鱼队就行，其他事情你管不了，也不用你管。怎么样？找到533了吗？是哪一个啊？我想我已经找到他了。这本可以借我吗？ OK。 是没要的狗风在吹着我，感觉少被爱，你说要分手失败的借口，因为怕被我晒，现在你想要跟我拜拜，太突然了你，现在我只想要搬搬到这毛里的皮，不再是谁错谁对，爱到了底你紧我脆，如果我付出你当无所谓，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，那我来背，人的成就心存不能浪费，要一个人狼狈 ，Now stop， 干脆不要那么累，我配，摔到分手。除了一磊打平过去的成绩之外，其他三个居然都退步，看来一定要赶快加强主板压力训练才行。这不是家教吗？这是什么训练？没听过哎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在 YouTube 上看过，这个很简单啊。很好，那由鱼来示范吧。你在干嘛啦？好了，好好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不会，不要装会嘛！来，让专业的来。
哇，好厉害啊！依蕾，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小 case 吧？大家就照这个标准动作，每一个人下去练20遍。快去。好。大家加油！把筋拉开。阿卓，你刚怎么拉筋啊？有啊。加油！再多做一些伸展吧，小心运动受伤了。加油！好。慢一点，加油！啊。阿北，真有你的，我相信飞鱼队很快就会突飞猛进的。还早得很，我想先让他们从重量训练开始，加强肌力，打好基础。但是现在看起来，加油！光是现在的设备跟训练，根本无法使他们更进步，他们需要更新的器材才行。我出去一下，让我盯着他们。要特别加强你们的肌肉训练，我特别借了这一间体能运动中心，设备最新颖，而且是市区最顶级的哦。谢谢姐姐，林姐太棒了，赶快去试用看看吧。好，谢谢姐姐。哎，张经理你好，你好，刘助教。啊，对，我是秦中高校何雨蝶，刚刚我们已经通过电话说今天要在这边练习。哎，半小时前有别校泳队包下这里一整天了。所以很抱歉，不能借给你们。张经理，拜托你行行好吗？真的没有办法，不好意思。可是我们刚刚明明就说好了。哎，你们看，那群死鱼也来这里，别管他们了，别动。谁啊？出门还自备冷气团，是要吓死你？黑茉莉，绰号黑魔女。哦，所以她就是你的前教练吗？对了，之前比赛有遇过她，但怪我们自己太不争气，校际杯还没遇到马林鱼就被打爆了。马林鱼那些家伙看到黑魔女就跟看到鬼一样，吭都不敢吭一声。张经理。我们马林鱼队可是付了重金要展开特训，请你别随便把阿猫阿狗放进训练中心里。有听过把冠军马跟野马关在同个旧笼的道理吗？孩子们，赶快回家吧，再待下去只怕你们会怪自己投错了胎。抱歉，是我没有安排好。我们下次再来，先回去吧。想跟我们比，我去砍掉重练比较快。加油，小心被灭团。海龟，做了几下？报告，18下。几下达标？报告，20。来。通通都有，青蛙跳，折返20趟，快点，开始。哇，这是什么事情啊？只要有人没有达到训练目标，
所有人都要被连坐处分。这就是黑魔女的斯巴达训练手段。那处罚完以后，还会继续未完成训练吗？当然，训练菜单没有吃完，谁都别想要回家。你在这么好的场馆训练，就算是被罚，也是越罚越强啊。你们放心，雨蝶姐一定让你们在这边健身。真的吗？有我到。谢谢雨蝶姐。哦，黑魔，黑茉莉教练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都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就是那。我知道你就是个既不会游泳，也没有教练资格，不过爸爸是个老教练，靠着关系当上了助理教练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们飞鱼队啊，缺点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多，也没有你们马林鱼队厉害啊。而且大家都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拜托你们，让给我们一小部分一起练习嘛，这样也显得你们马林鱼队很有运动家精神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场地是我们花钱租的，如果白白让外人来使用，对马林鱼队来说也有一点不公平。不然这样好了。我的队员在训练中心做集训，带的衣尾需要有人帮忙清洗，不然就用你的劳力来换两个钟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把飞鱼队所需要的训练器材都已经点过一遍了，后面就交给你处理。记住，明天中午前一定要进驻，知道吗？先这样。阿飞，我带飞鱼队来市区最大的体能中心，你直接过来汇合吧。他塑造全都适合想念谁，我才能是记得想你的幽默，或许我们会再见。对，一段时间没见，看你状态保持得还不错，教练很替你感到高兴。谢谢教练。教练也是为你好，建议你干脆改报个人赛，不要被小学校的二流选手给拖累了，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。教练，我向你多想，有我在，他们自然会蜕变成一流的选手。少拽了，鱼雷，就算你再强，配上那三条四，你们晴空就连市长杯都挤不进去。马林鱼以前可以拿市长杯，还不是都靠我的成绩？说什么啊，方一磊？好了好了。你的时间是用来争冠军的，不用浪费在输家身上。啊，对了，这整层楼不管是厕所还是更衣间，都是给马林鱼专用的，杂牌军只能用楼下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厕所不上总可以了吧？哎，你超酷嘞！只有你敢这样跟黑魔女讲话。哇，方一磊，拽什么拽啊？我们自己会变一流，不用靠你。所以你现在也承认自己是二流了？你说谁二流啊？哦，讲清楚啊！冷静冷静，兄弟冷静啊！我们都冷静啊！老大，教练，雨蝶助教呢？不知道。雨蝶，雨蝶。雨蝶，雨蝶，雨蝶，阿飞，这里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们飞鱼队终于可以在这边使用设备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答应黑茉莉教练帮马林鱼队洗洗衣服，他们就让我们在这边练习啊。你用这种方式交换飞鱼队的训练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嘛，洗洗衣服而已啦。听说你就是飞鱼队新来的阿飞教练啊？传说中你是蛮会游泳的，但会游不代表会教，而且以飞鱼队助教这种资质，帮我们马林鱼队洗泳裤也只是刚好而已。现在就跟我去叫飞鱼队回家，我自有我训练方式，不用你来受这种侮辱。哎呀，我都洗一半了。
他们要是不好好练习的话，我才觉得我做白工了。你走还是不走？我才不走了，要走你自己走。好了好了，随便你们怎么爱吵爱面子。我助教，泳裤洗干净一点，不然我可是连半个小时都不会给。好好好，我洗，只要你借我们场地，要我洗多少衣服我都洗。你干嘛？阿飞，哎，这些是我还没洗完的。现在是谈的交换条件，身为教练更应该带头洗。答应我，洗完这些衣服之后，所有事情交给我处理。好。我们破风飞行，奔去海阔天空，不在乎把世界抛到脑后。对人生我有太多困惑，但确定我有个永远的朋友。很抱歉，很抱歉。刚刚本集团管理处突然打电话来说，本训练中心今天全面封馆，从现在起，除了勤工高效的人以外，其他闲杂人等通通离开，全场净空，净空。张经理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是有花钱租的。不好意思啦，今天有位不具名的金主很欣赏飞鱼队，所以特别以10倍重金包下了本训练中心，供飞鱼队全权使用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哎，来了来了。教练好。你好。我是世界科技营养师 Sandy Wang。传说赞助所托，从今天起正式受聘成为勤工高校飞鱼队专属营养师，现在率领我的团队为教练报道。我的老天爷啊，我们有专属的营养师耶。痛。哎呦，我在做梦耶。转到这间烂学校好像真的转对了。刘宇，我们好像是被外线抓去做实验的人类。不要不要不要抓我，不好吃。不要乱动，要心平气和，数据才会准确。现在重不重来？你看你们，还不赶快乖一点？青少年就是比较调皮，请多多包涵。哎，不是跟你们说过了，怎么还不回去？海总，等一下。这边器材这么多，场地这么大，不如我们就大家一起练习吧。张经理，可以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何助教怎么说就怎么做，毕竟今天本馆是属于你们的。走了，去别层楼啦。哎，今天这个神秘金主跟上次那个善心人士，该不会就是同一个低调大老板吧？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已经欠他太多人情了。记住，我们是同一个 team， 有任何问题找我讨论，一起解决。我知道情况的器材很简陋，但我会想办法，相信我，好吗？遵命。喂。我一直很想问你哦，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喂啊？哦，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Dolphin， 海豚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啊，喂喂喂。很像吧？喂喂喂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。喂，喂，不用了，我刚好经过，我自己过来看看，还有几张照片，跟他们说不用来了。
好，拜。好。哎，你是也是有美女在偷拍你耶，哎呦不错嘛，艳遇哦。哎，人长得帅也是一种传统，没关系，给他拍。哦，他好帅哦。安佐，是不是有人在玩当最后一名？好了，快集合。总是幻想留在梦里，否则怎么回家？大家辛苦了，还有最后一个训练，跟我来。大家好。这个练习，教练跟大家来个小比赛，你们谁拉得最重，未来两个月饮料教练全包了。哇塞！谁先来？鱿鱼。好。好好好，来。这其实是有诀窍的，仔细看我的示范。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太轻了，雨蝶姐，你直接上去了。雨蝶姐，雨蝶姐，不好吧？这很危险哎。不会啊，不然完了。教练可以的，教练你可以的。阿飞。训练了，好刺激哦！我还有事，我先离开了。教练，继续训练，换谁了？你快点，教练在等。拽什么拽啊？教练好累。好累。不要抱怨了，我们应该感谢那个好心人包下场地让我们用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训练不够了。哎呦，要来洗澡啊？不过用完保持干净啊，记住，现在是你们跟我们借场地，这整层楼包括厕所都是我们的啊。怎样？包场地了不起？怎样？就是了不起！你们还不快一点，教练！喂，你们不要吵架啊！马林玉，你们不要太过分啊！男生的问题男生解决，女生到旁边啊，
抢我们在干嘛？怎么样？不要吵架！不要吵架！不要吵架！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啊？不要吵架！怎么样？不要吵架！怎么样？不要吵架！我跟你讲，快点吧，只要你们泳队有任何一个人敢下去把奖牌找完，我们马林就到你们学校裸奔，怎么样？别忘了，你们还欠我们一个裸奔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哦，你真的跟人家承诺过这件事是不是？黑教练，这只是他们两队男生的玩笑，不是真的要裸奔。你们飞鱼队可以说话不算话，但是我的马林队没有在开玩笑，说出来的话绝不收回。救济才搬到旁边，是要干嘛？我要重新规划这个空间。快快快！马林玉真的要来裸奔了，小咪，快点！奶奶，奶奶等我啊！拿着拿着，来，会用到的，好不好？忧郁，啊，你在干嘛？你要请他们喝饮料？哦，拍谁啦？我没有要请你们喝饮料了，你们不要说我们没有人性，这杯子是让你们裸奔挡着用的啦。不用吧？我觉得用这个就够了吧。一个礼拜之后，我们来试试看。
星期之后，我们马林鱼队要把今天收到食物通通讨回来。走。你们最好好练习，不要到时候自己游的烂，又说什么泳池被污染。教练也太冲动，就答应比赛了吧？现在的我们根本赢不了马林鱼啊！这下还没打到市场杯就 GG 了，都怪我不好，一定是我太烂了，马林鱼队才会这么瞧不起我们。每次下水前热敷肩颈五分钟，对你的抬头蛙很有帮助。方一磊，跟马林鱼 PK 你很爽对吧？只要我们输了。你就可以脱离我们，让教练直接帮你报名个人赛，就跟黑魔女说的一样，对不对？王尔泰，你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真会踩。王尔泰，你快点带大家练习，不要再跟方一磊吵架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，你一闪光两句你就心疼了？到底想怎样？没想怎么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大家都自己人，以和为贵，有话好说。我跟他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有王尔泰这种幼稚的队员，我干脆去报个人赛算了。耶耶耶！我幼稚？对啦，他整天在那边心事重重，装忧郁就成熟啦。你就去报名你的个人赛啊！我们飞鱼队啊，不稀罕呐。好热辣。飞鱼队完蛋了，他们现在根本就不是马林鱼队的对手吗？阿飞，你真的是太冲动了，你这样我们怎么赢嘛？完蛋了啦！欢迎光临。这个是Sandy根据检测数据帮飞鱼队拟的饮食计划表，你要提醒他们。另外。也请学生的家里配合一下。饮食计划表，我们现在需要的应该不是饮食计划吧？是作战计划，跟马林鱼队的 PK。你是认真的？是啊。那你有把握会赢吗？还得好好研究一下。还得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你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嘛？那你还答应？啊、哦！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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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鱼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助教，如果连你都慌张成这个样子，我是要怎么定下心来训练学生呢？所以，如果我不慌张的话，你就可以定心了吗？对啦，对啦，我是助教嘛，教练的压力已经够大了。我一定要支持你啊，对不对？加油！稍等一下啊。喂，星星水族之家，你好。总裁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终于打电话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一直打电话去你们那边留言，都没有人回我哎。啊？不用过去了。不行啦，你帮我们这么多忙，我们何德何能有你这样的大人物帮忙啊？不行不行，你一定要让我过去，让我报答你一下嘛，让我去打工一天也好，好不好？拜托啦，拜托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总裁，谢谢总裁，我一定不会迟到的。好，谢谢。刚才那位是？你们总裁啊。他刚刚还叫我不用去打工哎，我就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，千拜托万拜托，他终于答应让我过去了。哎，你赶快来帮我挑几只鱼啊！你觉得你们总裁会喜欢什么鱼啊？是青雀还是蓝雀，还是三尖雀，还是黄肚雀，还是小丑鱼？他喜欢什么颜色呢？
我觉得如果是青雀跟蓝雀放在一起的话，鱼缸看起来会很漂亮啊。或是三尖雀，三尖雀黑白相间的，看起来很像斑马吧。还是说要养那只小丑鱼，这只小丑鱼很有灵性哦，每次我在喂它的时候，它都跟着我走，游来游去的。不是你我不会，懂世界把手给我，有我再不用怕。探寻一草的海浪，在回忆中余波荡漾。你直接跟他说我们家里没有鱼缸不就得了？不好说。你不会好好说？就一时没反应过来啊，害我又连夜弄了这套来。而且昨天打去水族店拒绝他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在吗？他就说拜托拜托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不然我会良心不安的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这个533哦，读起来真的是吓死人了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锲而不舍，真叫人佩服。他应该是哦，一位受人恩惠、点滴在心的好女孩。你放心，我顶多叫他换那个鱼缸水，不会让你的美人鱼太累的。好，那你看着办吧。啊，对，老板，你交代那个训练器材的部分，我也安排妥当了。嗯，这个是财务部呈上来的。我跟总裁约好来帮鱼缸换水的。嗯，我提早半小时到嘞，这样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总裁在里面，他现在有空。那不然麻烦你自己上去找他，往二楼走。往二楼走。是。这下半年的预算啊，变得太腐烂了，我警告过他们，他们会全部重改。很好，你这次办事非常有效率，看来是该给你一点奖励了。谢老板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应该……啊，那总裁，你怎么叫阿飞老板啊？是因为总裁最近在上一个管理课程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，就是聆听下属的声音，下属的声音，学会谦卑，谦卑，忘掉自己是总裁，练习角色互换啊，角色互换。原来如此，吓我一跳。好，那现在练习完毕了，总裁，抱歉刚才冒犯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等一下，阿贝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？哎呀，你怎么没有跟总裁道谢呢？他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哎，要不是他，飞鱼队怎么可以顺利练习呢？是，来，跟我一起，正式认真的，谢谢总裁。谢谢总裁。好像有点小声啊，我走靠近一点，看能不能听清楚一点。谢谢总裁。总裁如果喜欢听，以后我可以天天到您家专程道谢给您听。哎呀，是不用了，你们这样一直道谢我可是会折寿的。去忙吧。是总裁。那阿飞，你赶快去训练学生吧，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好，总裁再见。啊，总裁，请问鱼缸在哪里啊？就在那。哦，好，那我先忙了，谢谢。谢谢。
今天几点回家啊？这样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在附近，我等一下顺便过去找他好了。你刚刚说一声呢？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这么衰啊！轮胎没气了。哎，你不是昨天在港口拍照的美女吗？你有备胎吗？我可以帮你换啊。谢谢。来，你是从外地来玩的吗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你等等回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去我们渔会买黑尾鱼，刚刚才进港的，熊七 A 哦，报我的名字，渔会理事林可乐，价钱绝对很漂亮。那我可以直接给你订吗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很爱吃黑尾鱼，就住在山上的别墅，你可以帮我送过去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等一下地址给我。啊，对了，这附近啊有一个断井崖。你可以去那边打卡拍照，风景很漂亮。然后在港口再过去一点，有一座彩虹桥，那边的夕阳啊，说多美有多美。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个晴空高校啊？听说也很美，面对大海，走下去就是沙滩，是吗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沿着这条路一直直走，在路口左转，再过去一点就看到。那边风景真的很美。你是来我们这边读高中的吗？才不是，我像高中生吗？像，你是我今天见到最像高中生的。冯才，我今天帮你挑的鱼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谢谢你啊，不好意思耽误你那么多时间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呀，不会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总裁要请你记得一下，一天喂两次鱼就好了。好。哦，还有换水的话，一个月换一次就好了。你可以call我来啊，我完全不收你钱。知道。好，这边请。啊，先生这边请。嗯。哎，林可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。有位菲欧娜小姐跟我订的这些尾鱼需要拿到厨房啊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哦，我来帮总裁他们换鱼缸的水。哦，这个交给他就行了。啊，交给我。谢谢。雨蝶，这是你朋友吗？对啊。太好了，有人跟你一起回去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好，走吧。阿洛，我订的尾鱼到了吗？因为我知道海飞他……你要找的人不在。吃错什么药？抱歉，有一些家务事让你们看到。啊，哎，林可乐，
我们赶快走，不要打扰总裁家务事啊。走。总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先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立刻到五楼。你好。战术。你这上来怎么来的？这是我。小姐，你干嘛？这是我妈给我的，我从小就带着呢。你看着她，我要确认她是不是偷来的。哎，说什么东西啊？偷东西，这真的是我的项链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。对不起，是我看错了。Chain necklace。这莫名其妙哎。对了，可乐，刚刚那位就是一直在默默帮助飞鱼队的海达集团总裁，人家是很低调的人，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哦。你还好吗？刚刚那女的，我以为她只是单纯的观光客，过来之前我还帮了她，没想到她那么没礼貌。项链被扯坏了吗？还好啦，没事。只是这条蝶鱼项链是我小时候妈妈亲手做给我的，世界上只有一条。可是阿飞却一直说他的初恋女友送给他一模一样的一条，哎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阿飞他有没有一直问你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？譬如说你以前是不是会游泳，或是你们曾经认识什么的？对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他一直把我误认为他初恋女友，可是我就不是啊。不过现在误会解开了啦，我从我爸那里拿到了一本泳赛名册，他的初恋女友就在泳赛名册里面，他很开心，一直说我帮他一个大忙。是吗？你干嘛？一脸严肃。没有啦，我送你回去。一起把车载回去吧。不用啦，我自己骑就可以了。我帮你带吧。哦，好。这里。哦。
哎，这个总裁也真是，这么大手笔，应该要花不少钱吧？对呀，他人真的很好哎。我觉得我的好运都快用光了。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在这情歌，虽然表面上我很喜欢着。没有啦，我太开心了嘛，他的答案大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还。人家是大人，我才不会要你还的，你只要好好把这些器材保养好就行了。这器材使用说明书拿回去好好读一下。我一定会把它背得滚瓜烂熟的。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，让你笑过就没勇气去落。我帮你准备了一些 Emmental。得到海飞了吗？他说他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见面，要请你先回去。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他为什么有跟海飞一模一样的项链？ 我也不知道，他是来换那个水族箱的水，我看到项链的时候反应跟你一样，吓了一大跳。原来那项链那么普通啊，到处都看得到。其实我看到那条项链我就心烦，表示真想把它丢掉。Fiona， 你喝不少了，这样吧，你把车放这里，我明天帮你开回去，我先帮你叫车。你怎么老想把我赶走啊？难道你跟海飞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？怎么可能有秘密？没有啦。帮我叫车吧。陈总，你肩膀太僵硬了，要放松一点。你在滑冰时期的时候，腿不要动，你都这个地方有问题。如果这个动作再不改进的话，会有运动伤害的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看我做一次。哎，小蜜，小蜜，方玉蕾他人还不错嘛，我还以为他很冷漠。哦，难怪，你这么快就被他电到了。你不要乱说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真的有差哎。游起来顺多了。珊珊怎么了？刚刚有小强啦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拍谁拍谁拍谁，继续练习啊。对，谢谢你愿意教我。没什么啦，只要姿势对了，自然就会进步啊。今天先到这吧，走吧。哦，方逸蕾，你是爱耍酷，话不多。阮安卓，你是怕说错话，所以少说话。你们两个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哎！怎么了？小强胖一点吗？老板，老板，你怎么都不接电话啊？现在都几点了，你还在我家？大事不好了，铁达尼号要撞冰山了。怎么了？ Fiona 来的时候我阻止不了，她订了顶级的黑尾鱼准备跟你一起吃，我好不容易想了一个理由才把她请回去。那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哦，我有我的逻辑，你不要急嘛，紧张的最后讲。她刚来的时候好死不死跟雨蝶撞个正着，还看到雨蝶的
蝶鱼项链。他有什么反应吗？他就一把把雨蝶的项链拔下来，还硬把人家当小偷。后来他发现你的项链好好的躺在盒子里，才道歉了事。难怪他在压抑情绪。晚了，你怎么还来啊？我听说你在总裁家被人欺负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都过了。还是我没事。本来就没事啊，又不会痛。我又不像你，因为爸爸是教练，不会游泳还能当助教。阿飞，你教我游泳好不好？你要是真的害怕，就不要勉强。雨蝶绝对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女孩子。你越是好奇人家的秘密，她只会把秘密埋得更深。所以 ，boss， 你要回来当总裁了。我决定放下533。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万。